运势有三颗星呢，生肖属虎、属马还有属狗的朋友，这个礼拜呢人际非常的圆满哦，跟老朋友多出去走一走，聊聊工作上的一些机会或者赚钱的一种机运，可以让你呢取得很多的资讯，那人际关系呢发展也非常的好，所以呢可以多去结交一些贵人朋友，让你往后呢种下人脉通前脉的种子哦。